反秦事业，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统军，进而号令天下，成为一代霸主。历史风云人物系列，西楚霸王上集。 1993年的《霸王别姬》无疑是上个世纪最优秀的中国电影之一。故事的主角，一个是打定主意为情自尽的美丽女人虞姬，另一个是深陷重围四面楚歌的西楚霸王项羽。这是一个几经传颂、家喻户晓的故事。那么，项羽究竟爱江山还是爱美人呢？ 小卓，日鸿门盛宴，愿无此剑，以助雅兴。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项羽在2000年前的鸿门宴上优柔寡断的放走了对手，永远留下了一个令兵家不解之刘邦。你果然是识时务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2012年，王的盛宴再次深入揭秘历史典故，从历史变成传说，再从传说演绎成戏剧，最后进入电影，坑秦军，逐鲁升，几度屠城。项羽虽留下了暴虐的恶名，却在27岁就成为分封天下的西楚霸王。巨鹿之战。 破釜沉舟，项羽的胆识与谋略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他打了一辈子的胜仗，却因为唯一的一次败仗而命丧黄泉。他虽然失去了天下，却成为千古传颂的盖世英雄。在成王败寇的定见俗规中，为什么项羽是个例外？西楚霸王。 究竟是怎样的人？公元前221年，秦国一统中原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。39岁的嬴政成为君临天下的始皇帝。当秦始皇游会稽山时，项梁带了项羽去看热闹，项羽脱口而出。 彼可取而代之也。他不知道和他同时代的刘邦路过咸阳，在看到秦始皇的排场时，也曾喟然叹息道：“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此也。”刘邦跟项羽他们第一次进秦的时候，但不同的这个一种言语表达呢，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的气度、不同的性格。 不同的追求，刘邦对帝王权势的一种沿线、渴望的一种心态；项羽对帝王权威的一种蔑视，也流露了他对秦国充满了骨髓家恨的一种这个情绪。酷使民力的秦帝国很快从全盛走向危机四伏的衰亡。 公元前206年，也就是秦始皇东巡途中死去的一年后，楚国遗民陈胜和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事，公然抗秦。随后，各地百姓纷纷杀掉当地执政官，自立诸侯王。楚、赵、魏、齐等被灭亡的国家相继复国。在叛乱四起的风潮中。 项梁、项羽叔侄俩在吴中，也就是今天的苏州，起兵造反，而亲手杀掉当地执政官殷通的，正是项羽。这一年，他只有24岁。
秦帝国迅速从辉煌的英雄时代滑向风雨飘摇的动荡深渊。陈胜吴广的部将周文率领起义军逼近了首都咸阳，慌乱之中，秦二世做出了他生平唯一正确的抉择，派遣少府章邯平叛。章邯军愈战愈勇，接连打败各地起义军，陈胜吴广被叛变的部下杀害，张楚政权转瞬间土崩瓦解。就在此时，从楚地偏僻的东南会稽郡方向，一支精锐的楚军正渡过长江，沿东海郡北上，迎击所向披靡的秦军。这支反秦部队就是项梁、项羽带领的8000江东子弟。打败以后，你想楚军还有什么人？就是说，楚军主力部队魏国也消灭了，陈胜、吴广都消灭了，最后只剩下北部，就剩赵国。在章邯的统一部署下，秦军主力悉数北渡黄河，猛攻赵国，首战便大破赵国和齐国联军，攻陷了赵国的旧都邯郸城。赵王率领残存的赵军退守巨鹿，向各国紧急求援。一时间，巨鹿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，也即将成为上演历史精彩篇章的大舞台。这是中国北方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。公元前207年12月，围绕着巨鹿这座不大的城池，金戈铁马，狼烟飞扬，几十万人的生命即将纠结在一起，捉对厮杀，并最终分出胜负。尽管项羽并没有任何胜算，但对于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他充满激情，打定主意要趁赵国吸引秦帝国主力部队的机会与之决战。他知道这是一场旷世豪赌，而赌注就是自己和手下70000楚军的性命。当项羽所率大军到达黄河岸边时，已是冬季，河水东流，寒气逼人。项羽极其仔细地查看并研究分析了战场态势。面对30万之众的强大秦军，项羽明白必须集中力量攻击其中的一支，才有获胜的希望。那么到底应该先打哪支呢？我们搞军事学术的人呢，有一句常用的话，叫做外行谈战略，内行谈补给。其实无论是在古代战争中还是在现代战争中，后勤保障都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一个重要因素。秦军的粮草从帝国最大的粮食储备基地敖仓顺黄河而下，再经由甬道送抵巨鹿。这漫长的补给线正是秦军最关键也最薄弱的环节。项羽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个关键，立即派遣英布和蒲将军率20000精兵渡过漳水，袭扰秦军运粮的甬道。轻骑突击的楚军让守卫漫长甬道的章邯军疲于招架。项羽随即率领大部队渡过漳水，展开全面进攻。这个时候形势就发生变化，秦军粮道一断以后就发生一个反包围，切断以后结果是王立军就孤立了军队的主力部队，集中猛攻王立军，所以王立军抵不住。司马迁记录的很简单，一日九战。一日九战，司马迁用最简练的语言描述了战斗的激烈残酷。公元前207年冬天，巨鹿战场上烟尘漫漫，人喊马嘶，杀声震天。这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。近百年来，
六国军队面对秦军的虎狼之师，从没有取得过如此伟大的胜利。自此，秦帝国的精锐之师再无战胜反叛的能力，而项羽也确立了自己军事家的显赫地位。短短15年，泱泱大秦毁于一旦，秦朝大厦倒塌之快，尽管有各种深层的原因，但给予大秦最沉重一击的无疑是项羽的天才之作巨鹿之战。年仅27岁的项羽率领各路反秦联军沿着黄河向西挺进，这条孕育了北方中华文明的大河从塞北荒漠奔腾而来，向南一直流到关中盆地入口处的潼关，再以几乎90度的直角转向东方奔腾而下，滋润着广阔的中原沃野。项羽逆流而上，秦帝国的心脏就在眼前。项羽率领战胜大秦帝国精锐之师的40万大军，一路兴致冲冲来到函谷关前，但他没有料到的是，竟然有人捷足先登，阻止他进入关中。函谷关坐落于今天的河南省灵宝市北，自春秋战国以来，函谷关就一直是秦国扼守关中本土的咽喉要地，军事重镇。秦国曾经依据函谷关的天险，一举击败六国军队，使之浮尸百万，流血飘橹。公元前206年的那个冬天，当雄心勃勃的项羽率领40万大军进抵函谷关前，准备进取关中时，却意外地被自己友军的部队阻挡在了关外。函谷关前这支试图阻止项羽入关的友军，正是他的反秦战友刘邦的部队。刘邦的性格呢，跟出生于贵族的项羽不同，他出生于社会的下层，属于平民家庭，而且呢长期混迹于市井，所以他社会经验、生活经验都非常丰富。当楚怀王指派刘邦攻打秦帝国的大本营关中时，刘邦自己也都没抱多大希望。凭当时的条件，派刘邦军队攻克关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只要能牵制住秦军的行动也就足以。所以刘邦的部队始终在彭城附近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战斗，败多胜少，直到北方传来巨鹿大捷的消息后，他才开始向西进军。因为实力不济，刘邦避开秦军重兵把守的函谷关，选择了从南线绕到南阳郡进攻咸阳。历经一路坎坷之后，终于杀入了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。公元前206年10月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拐点，刘邦的队伍占领咸阳，秦王子婴投降，秦朝灭亡。刘邦占据关中以后，不但没有杀掉秦王子婴，还约法三章。这样做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要买人心。我觉得刘邦的用意呢，第一在于他便于他在关中称关中王，第二就是便于以关中为根据地夺取天下。他的目的不是仅仅盯着关中。刘邦的阻挡让一心杀入咸阳复仇的项羽非常生气，他的大军迅速拿下函谷关，穿越关中平原，推进到泗水河畔的鸿门高地。这里距刘邦驻军的坝上只有不到20公里。
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而项羽却放走了对手，留下一个不解之谜。历史风云人物系列，西楚霸王上集。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入选语文课文的恒久篇章，也是司马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的高潮段落。许多年来，这场其实并不丰盛的晚宴一直在人们心中无穷地演绎着，直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宴会。2000年前的鸿门宴，项羽和刘邦各自真正的目的又究竟是什么呢？鸿门在今天西安市临潼区东5公里，是当时通往新丰、咸阳的必经之路。项羽进驻鸿门的当夜，刘邦的部下曹无伤派人密报项羽，刘邦要独霸关中称王。军师范增建议项羽事不宜迟，消灭刘邦。项羽不动声色地调动部队，向刘邦霸上驻军的两翼展开，形成扇形攻击阵势，同时传令明早让将士们饱餐一顿，全面进攻刘邦。当时项羽拥兵40万，而刘邦只有10万人，力量对比一目了然。但是项羽没有想到，一个致命的漏洞在自己内部出现了。项羽的堂叔项伯为报答刘邦的军师张良救命之恩，连夜赶来通知张良赶快逃命。张良将这个情报立即告诉了刘邦，所以刘邦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大惊，第二个反应是为之奈何，就向张良讨教。张良才跟他说了一句话：“请往魏相伯言沛公不敢背相王也。”就是这句话很重要。这句话，第一，你要抓住一个关键人物相伯；第二，你要抓住一个核心问题，就是你一定要死死地咬着，说你不敢背叛项羽。这就是张良为刘邦策划的应对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的谋略。次日清晨，刘邦率100个随从直奔鸿门而去。刘邦率人来到泗水河畔项羽的军营，面对怒气冲冲的项羽，他非常谦卑恭敬地表示自己与项羽一直是并肩灭秦的战友，对项羽并无不敬之意，希望项羽不要听信小人的挑拨，伤了双方的和气。年长自己13岁的刘邦如此低声下气的赔罪，让年轻气盛的项羽很是受用。他轻率地相信了刘邦的诚意，甚至对自己昨天的怒气有了歉意，以致将曹无伤告密的事情也向刘邦和盘托出。鸿门宴说明了刘邦在政治上的高明，就这个人在政治上那是先知先觉，他已经意识到两个人的关系，两个人本来是战友，随着秦子婴的投降，两个人已经从战友变成了敌我。谁能先意识到，谁叫先知先觉？意识的晚的叫后知后觉，就被动了。项羽是个后知后觉者，他意识不到。既然双方的关系已从敌对状态恢复成了战友，心怀歉意的项羽自然要大度的设宴来款待上门赔罪的刘邦。就刘邦一生而言，
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而看穿他表演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范增。项羽没有把刘邦看得那么重，他是一个高傲之徒，自视天下第一的，没有把你刘邦看作我的对手，不值得这样做。但是呢，范增不一样，范增他对人有，他有预见，他觉得这个人非常危险，所以要出去。宴会之前，范增已经设计好了天罗地网，他再三叮嘱项羽要杀了刘邦。此时见项羽改变了态度，范增只好出门招呼项羽的侄子项庄到宴会上表演剑术，来寻机刺杀刘邦。这个策划后来几乎每一代中国人都知道了，并且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。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范增没有料到，项庄舞剑，项伯也起身舞剑，不断用身体阻挡杀机四伏的剑锋。甚至在那一刻，项羽和身边的人一样，都不曾想到，这位自己看中的族长，在一夜之间已经结党成了仇敌的亲家。危机时刻，张良离开宴会，找到对刘邦忠心耿耿的武将樊哙。樊哙不顾一切地闯入帐中，高腔大嗓地谴责项羽说，如果对忠臣良将还要报以诛杀之罪，那么天下人心还会归顺大王吗？这是鸿门宴上最紧张的时刻，一时间连空气似乎都凝固了。只要项羽动动指头，那么这场宴会瞬间就将变成鲜血淋漓的屠宰场。但在项羽看来，如此紧张沉闷的酒席宴上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鲁莽角色，不顾死活地为主子打抱不平，这倒让他陡然兴奋起来。显然性格爽快的项羽对这个勇敢直率的猛士颇为赏识，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。樊哙戏剧性的横冲直撞，给刘邦制造了绝好的机会，他趁机离席逃脱，跑回了自己的营地。而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处死了曹无伤。他能征善战，豪气盖世，却又刚愎自用，屡失战绩。历史风云人物系列，西楚霸王下集。公元前206年的冬天，在举办了被后人争论不休的鸿门宴之后不久，项羽率领大军踏入大秦帝国的首都咸阳。充满仇恨与渴望的六国军队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机会。根据《史记》记载，项羽和他的军队处死了秦王子婴，大肆掠取秦王朝的金银财宝，纵火焚烧了秦皇宫。这场大火整整蔓延了3个月之久，项羽也给后人留下了残暴的深刻印象。他真的是如此暴虐吗？